这首，伊是为着咱的国家这块土地的求讨吼，所以，刚想着讲，咱若唱着这首歌的时阵，咱有时讲看见讲哦，这就是基督教的歌，还是讲哦是啥物款，啊，伊是无宗教色彩，伊是感觉讲这是心内一个愿望，你把这个愿望当作。向时代求讨，吼、哦，咱来唱一届，好嘛？好，咱咱有熟吼，所以咱来搁唱一届，好嘛？来。来。为这个爱，我真心祈祷。愿做一面大光的配角，为这下子把光比照醉，愿做那亮的大光的配角，把这一杯。人生的欢喜和甘甜，人生的甘甜，为咱的心中，咱全心全意的欢喜和甘甜，咱永远的甜。实在是真水的一个歌吼，我会记你感觉讲这首歌，咱的国土然后一个基地，我相信咱大家拢真好。我看到一个历史叫做以色列，伊离西元前1400几年就无去啊，但是伫1947年国复国的时阵。因为经过这段历史，你会当发觉到讲，因将来会祈祷，因无国家去用欺负不欺负，伊就是去一个围墙啊去靠，靠了的时阵，因得到归来，因伫咧靠的中间祈祷，将来毋是祈祷讲家己身体健康，嘛是去祈祷讲，互我赚大钱，伊是祈祷。神予阮一个真理骗一个国家，所以你真奇妙吼、哦。迄、那个富强倒去的时阵，我甲人的关系差不多是安怎？根据我个研究起来，因为人咧靠目屎去为迄个墙怎个印出一水，所以当伊倒去的时阵，因为目屎是咸咸。所以，伊一直腐蚀对迄个围墙的迄个高度，转倒去的时阵，我甲人徛咧靠迄个弯道差不多。所以，现就是你以色列看，你会感觉着讲，哦，因这个国家实在，来靠外久，靠到迄个墙啊，全倒去，终于以色列建国。当咱看到这时，台湾还无弯道，但是咱去防侵占。王清讲，咱讲咱是啥物人？咱是台湾人，啊，甲咱讲咱是中国人。我甲各位讲一个代志，你若买一只鹰吼，老鹰真够飞鹰，你甲当作鸡仔甲饲，饲久伊会变作鸡仔。你甲放出来嘛袂飞呢，伊想讲我都甲鸡仔同款就好啊。台湾人亲像安尼同款，咱是拢一只真够飞。飞愈近，佫比中国迄种加啊性地人变较赢。但是伊讲讲，你是鸡啊性命，当咱接受鸡啊性命时阵，咱拢当作讲话，咱就真正像鸡啊共款，食米就好啊。啊，食米食大，食要创啥？红台啊，台来食嘛。因就是安尼社会，但是咱无共款。咱得到开业了后，是要飞上天。看见搁较远、搁较远的地位，要予咱个
百姓得到平安。我们来唱一段吼，咱会当学习甲讲一首歌，会当加入你心中的祈祷。来。实在是真毋茫讲咱即个祈祷永远在咱个心中吼。每一摆唱一首曲，我感觉我会当伊互我去想起我较早读高中个时阵，一间学校咱像无真理共款，随在伊讲，啊随在伊欢喜。我记哩，当一摆我伫学校甲几个同学，迄个日子真特别。当我甲我那个同学聚聚会，伊啊开讲，开讲到落尾，我讲到我的过去的时阵，我真愤慨，我讲一句话，这酒驾坐到今仔日尔，结果咪坐到今日讲坐到即代尔，无可能过后代，无想无去，结果阮教官对后壁一摆，听到我讲一句话，伊讲。我偏向都可以办理捐款，那你是蛮恐怖哦。我感觉讲捐款应该是捐钱的判才对的，啊无甲无拍算哦。你刚刚放学中到等伊哦，手机放到真正死的。你刚刚刷门，我骂伊那刷死，我真欢喜，我讲伊我那真正死的，哦。这印象真深，真深刻。等到明仔载过来读册时阵，我感觉规学校我像咧摆丧事咁快，那叫咧倒一个烟，等下佫倒一个甚物话。阮教官特别来找我，伊讲，昨昏讲一句话，我今仔日会用甲你办，你爱去遐当忏悔。我怀疑，因为伊甲我无关系，我会当为我厝内底人呾学西，但是我无。伊说硬啊，讲你若歪去，我甲你记过。啊，我著真勉强，哪行哪行，行到一半时就讲，讲教官，教官，如果要我要去的话，我跟你讲，我去回来我会讲说，你这个教官可以做到今天而已。伊说想想讲，伊这，伊看我这学生真大衰哦，唔拉咩事。因为一个已经倒落啊，所以我感受着讲，因为伊无头壳，所以伊会惊。但是伊真伊无办法耍，伊甲我讲，你安尼时阵，你是一个叛徒，我欲甲你送军法，我用这种军法，我想来想去讲唔对啊。啊，那安尼讲起来，到我你今仔日乌白飞，我会使用流浪动物管制条例。你哪会用这个条例来管制？啊，你会使我讲管管法是管人咧判，不是我这学生咧。啊，你若讲我会使用管法修法，安尼你唔着按用动物条例来甲你管制。哦，所以伫这个过程内底，咱防骗，感觉真伤心。但是伫这个时阵，真正感觉管法错误，人派两个上下来搞出来吼。
啊，伊讲伊是军法官，我想想讲，其实不真正嘞吼。伊煞甲问讲，你听讲你拢咧鼓励台独思想，我甲讲，哎、欸，啊，我伊煞出来嘛真趣味，甲问讲，啊，你感觉咱咧独立的时阵，你讲名咧台独啥？我想来想去，甲讲。我开酒店保护，那个我来开头的酒店保护保护，吼，你看中国七等关系，咱的名，咱从此以后，我喜欢整领着我，咱叫做酒店保护，安尼嘛保护。伊说听听讲，伊嘛敢甲我办吼，伊感觉讲，那因为你安尼嘛唔对，安尼嘛唔对，所以伊心中真侪矛盾，因为伊心内无真正的真理。所以，伫咱这学员来讲，真重要。咱大家，咱拢是应同款，你飞上天，毋是伫涂骹饲大只鸟虫。咱今拢知影，吼、哦。所以，咱一旦来唱咱真台湾的民谣啊，再过来唱一届，吼、哦。我感觉讲，咱这个祈祷真正是会当伫你的心中，真做真正的应当，吼、哦。来，咱个考试一届。水的歌吼，咱再来唱一首《福尔摩沙颂》。这首《福尔摩沙颂》，我第一届听到的时阵，感受着讲，哇，咱这个真正将来唔捌一首歌咧讲到这个福尔摩沙。这个福尔摩沙，发起着讲摇啊摇，笑啊笑。有当时咱的回忆着讲。即亲像妈妈咧甲伊叫人款吼，啊无自从咱国民政府到位时阵，敢若咱个国家拢无即种亲切感，因为因来到咱台湾个时阵，我会记得家听到一种声音，就是讲因一年准备两年整顿，三年就会返去啊。咱个心内期待讲好啊，恁若会肯定返去，但是不一段不锻炼六十几单。因为临时拢是六十几年，所以咱咧甲中国政府咧讲话时，伊讲我是甲你临时甲你囥个只，你爱注意，临时就是代表六十几年，毋是临时吼。来，咱来唱迄个《福尔摩沙颂》来。来，
的下降，咱拢有一个感觉，咱真久捌做吧，因为咱唔敢做。伫这个无国家的体制之下，咱实唔敢做吧。我记哩，捌一届去到外国看人的制度，感受着讲，常常拢看到讲，人因咱个有一个国家差我多。讲实在，我伫。你读册当中吼，我嘛自认为讲，咱读册拢未考班，但过去啊外公那像安尼，那像红白一个翅膀安尼吼，那像卡掉半条袂当平当，因为我申请奖学金的时阵，发觉着讲菲律宾呢，伊会使申请，因为伊有国家，但是伊成绩点啊足侪，但是伊会使申请。等我提出的时阵，伊讲歹势，你这毋来单位啊？你这毋来单位啊啦？我讲我是台湾啊，伊讲无咧，无这个物件。我讲中华民国啊，讲嘛无咧。我讲啊，你到底是住倒位？我甲解释足济，差不多两点外钟。找几波对地图开始甲讲啊，一直甲讲吼。伊甲讲，哇，恁这个。China 吼，应该讲的是吉娜就是这边，中国那边。啊，不过你看这个台湾，是无啊，不过那无这个，阮从全世界各级都无人有这个国家。等我听到这个消息，我讲哈，安尼拢无哦，安尼是了嘛？啊，伊就讲问讲一句讲，恁迄个所在吼，有一个叫做恁离迄个阿里山外远啦吼。我讲，我咧土地就面顶了阿里山啊！啊，你若唔知阿里，你知影阿里山竟然唔知台湾？啊，台湾咧，迄阿里山佫伊嘛知影玉山是亚洲第二高山，伊讲知影，啊，但系唔知讲咱台湾就是一块土地伫遮。所以真可惜的是讲，自细汉咱咧教育是一直甲咱讲，咱咧江山就是伫迄边，足遥远的迄边。甚至迄边足够足够，拢甲咱无关的。伊嘛甲你讲，阿弟就是遐个人，遐个故乡的人。但是真失望吼，迄将来勿去。问我阿公，伊讲伊嘛勿去。问我毋捌问着我阿祖，但是我相信伊嘛勿去。所以咱看着讲摇啊摇，烧啊烧，永远抱着美丽的梦。咱一旦看着台湾的命运，亲像。母母看食查某咁快，当你在想这时阵，我感觉心内会真艰苦，就是，那钱话咱就卖救，伊讲哦，这政府拿这钱哦，你去话抢落，会当赚偌济钱，但是咱的五万爱失丧失去吼，伊讲你去话是一个抢地心契约，你当然卖乎这个人，啊，伊钱话你钱到，你敢敢提出呢？你敢无法度提出安尼开，所以咱台湾民谣内底有一首曲叫做《阿母啊》的，我定定听阮隔壁安尼唱安唱，啊，佫为着十万块，吼，伊讲这个阿母啊的，伊内底想着甚物话？伊讲，
啊，不然你若拢无想着做囝儿的心情，虽然我吼、哦、出去拢免行到坐三轮车，他用坐三轮车出行都唔免行，吼、哦，脚挂肩脚环，这样啊风光，但是我外心内亲像风丝霞，每一届伊安尼唱一届，唱一届。我感觉讲哇，台湾人的命运哪只悲惨，吼、哦！但是我见，咱今仔日受苦的人，我每一届看愈来愈多，愈来愈愈多人的时阵，我知影，苏格兰22个有更新国籍的青年人，伊就当家苏格兰建起来，咱比较侪倍，所以咱是一定的赢，请咱唔好灰心吼，来，咱来唱这个《福尔摩沙颂》。来，福尔摩沙那边来，请求我回到你家，越来越忙碌，越来越忙碌，越来越忙碌。现在是真水哦！我感觉咱的囡仔真少会当去唱着讲感动这心内歌。有当时我看到迄三岁囡仔从迄肚脐安尼流出来，伊啊唱着讲。我的心为了爱情，为了爱情啊，对人走伊真艰苦。我看一个，我讲你三岁尔，你来唱你的爱情啊，对人走心肝真艰苦。但是伊唱得真欢喜，这就是咧讲咱的歌谣内底，真少拢唱着咱国家、咱的乡土，咱拢唔捌咧唱这种歌曲。但是伊市面上。你若看歌唱比赛，我当看到囡仔、小朋友咧歌唱比赛，每一个唱法，哇，实在是看得真伤心哦。我为着爱情啊，我无为着伊的感情去用安怎去安尼？啊，想着讲伊快三岁，伊哪有这种感受？伊拢无去感受讲，咱的国家去用无去，所以。而且我甲大家讲讲，几多年前我看到咱的电视剧，忽然中间串一条，伊就我妈妈拢下位面试八点档吼，伊安尼位坐啊坐，甲看哦，几百集安尼看几啊年拢一直看，位也是人生啊，搁进前搁一出，敢那是叫做爱。我本来看到这个爱，想讲这可能是有教育性的，但是。伫这个看了，我拢有一个感觉，就是啥物物件。每一届我若出来看，我阿妈你咧看电视，电视就是做着，啪，甲摔一个，啊就报，我来去找伊。伊咧个性拢真冲动，这个阿爷叫，竟然我逐届出来啉一个茶，看伊看扒一个，啊一个扒，又一个扒了转来，啊为安尼安尼各做来做去，啊牙齿医生。我跟金妈，我感觉跟牙齿啊，都拢无关系。
哦，拢对着为袂起要叫怪去啊袂，啊，我想讲，伊把恁个牙齿那遐好走，人我个牙齿真单纯嘞哦，伊那哩洗了就来走，啊，那会去洗干遐哩哦，所以慢慢将这关系会当教好咱个囡仔个钱，互伊知影讲，咱个搭伫这块地面通飞起，你伫遮出世。哦，你打这个台湾，你是直接出事，不是在别位，你直接出事，千万千万唔通袂记。所以，咱唱一首《我无啥爽》，是对咱的心内会当拍气功。咱的囡仔已经拢唔知影伊出事啥物所在，伊拢袂记你啊。你甲讲你是中国人，伊讲啊对，我中国人，这真危险的代志吼。来，咱来，要唱一届，咱来唱一首吼。来，我无啥咱的梦，咱的爱，只求不离不弃，永永永相随。这嘛是一首，啊，当然咱毋是咱后盖有机会，咱连来教一首，就做《天佑台湾》吼。但是因为时间关系，咱要来看一寡，啊，咱暂停一寡这个美国的国歌吼。美国国歌是因为是。好、哦，我看到讲咱昨迄个国歌吼，美国国歌我练一半。啊，即个我是讲咱来看伊个小朋友咧唱的，总共是啥物款吼？可以吗？当我看到伊个囡仔伫录音室吼，咱六岁囡仔，啊，伊安尼真勇敢来唱个国歌，唱到实在是互你很感动吼。哦因为伊自己来就甲训练讲，你爱知影美国是你永远的瓦壳，所以年纪呾大家拢真快乐。你若看美国囡仔，大家拢无像咱这边，逐天就是创啥？我甲估计过，咱个小朋友吼，若为八点出门，啊甲天暗吼，差不多九点才出门。因为下课了就要去安亲班，安亲班了就要去什么加强班。啊！那个资优班，我用来用去，但是我讲一句实在话，我感觉这囡仔安那读哦，敢那拢无咱即卖巧，因为读甲拢忘去啊。你安那读安那读吼，一届竟然有一个读高中生甲我问讲，请问吼，迄电视剧在咧卖邮票无？我甲讲啊，电视剧无啦，遐去迄个消防队吼，还是公所看有咧卖无？我真正想要去买呢，邮票，安尼哦，哎，讲数学分都袂歹哦，真正卖邮票。我讲你去不能打还是冇得卖，先等看呢，哦，所以真可惜哦，来，
咱来先听迄个美国国歌的前奏吼，迄、那个来，不好意思，咱来听迄、那个来，等下，好，来那个音乐吼，是。When you see by the dawn's early light, what so brightly we hailed, and the child I loved yet living was so wise, free and strong.Oh, was when the world was high, oh, the royal that we won, with the grass dreaming, and the rolling memories, never left me.Yes, this was the night that I was today. Oh, say by the stars and the moon and the moon.All the land and all the fields and the whole mountain right. 哦，虽然伊这语言吼，咱是看较无吼，按过咱用心去来感受着讲。哦，你讲迄、那个信条上尾啊，只吼 ，Oceanless， 啊，伊讲你说信条是敢会伫遮怎天际袂叮当，吼、哦，伫自由的土地伊遐来飘摇，伫永者的家园面顶伊遐咧挂起来。我感觉讲咱有一个冲突就是吼，较早讲爱挂国旗，但是吼、哦。干两只精神下来尔吼，啊，咱就拢收收掉。我感觉讲，这本来就唔是咱的国旗吼，咱迄个车轮牌，迄是车轮牌。所以伊家己就矛盾，干那中共两只精神啊，我是感觉讲，迄唔知咧叫做啥。因大家咧讨论讲，是要叫熊猫，还是要叫猫熊？我甲讲，要叫精神啊，较近。哦，所以你看讲，因不用着安尼对等，甲咱改变。所以你嘛讲。哦，伫这个美国国歌内底吼，咱会当来看到讲，这个美国国歌因的创立时阵，因的国家这个建立是对正史的中间，看到炮火咧拍了，搁再拍，才发觉到伊迄支美国国旗也不能飞倒，所以透早起来看了真感动，才甲写这个曲出来。伊感觉讲美国实在是无简单，哦，所以来咱，哇，咱吼成龙表难过吼，咱第一段就是讲 ，Oh say can you see my little's early night? What so pretty we had.And the child I loved giving. 啊，安尼咱一段一段唱嘛，因为安尼可能较会清楚吼。我见啊，咱时间无紧吼，咱来个唱下来，为迄个好，好来，才开始吼，来一段。啊，即个。好来，即段吼。这个哈，来，预备，来 ，Oh say
Can you see by the dawn's early light what so happy we have at the twilight love's evening?好，这样可以吗？哈，啊，这样好，开始。All was right and my star to the breath of sky. All around everyone was already streaming. 都一样，一进两段旋律，赶快的哈。安尼。安尼我看吼，咱这是美国国歌啦吼，按过来，按咱来，我们来看下一首吼，咱时间咱尽量吼，伫时间上再过来练习。咱下一首就是迄个，咱安尼来看，这个日本国歌吼，咱这个国歌，会当知影过边安怎唱无？哦，我听咱看一下吼，来，哦，咱唱一下来。君なよは地よりや地よりさずかれ一心よ你我哪里得？何解我不自私？哪里？哦，日本国歌咧唱哦，就是你连呼一口气哈，喘一个气。啊，就唱迄个《君が代》啊，吼，伊都一段拄好，吼，安尼你唱就到后边，就带拢会去。啊，无要紧吼，咱会当时间咱就是一个介绍吼，啊，唔嘛，你若转去吼，你会当去直接一直复习，一直复习吼。啊，咱时间到，咱安尼各家来，吼，谢谢大家的分享吼，好，谢谢。好，起立，立正。各位，谢谢，大家。啊，请坐。咱是咧十分辛苦吼，啊，就是咱这个有请一位这个快乐人在来，咱这个美丽这个少华小姐吼，啊，请各位吼，啊，准时，啊，准时来这个上课。
这条台词大家拢唔捌听着，因为我的大多数的日本的动物，拜喜啊，出去还无那条咧，我给大家下过时间吼，拜喜我日本的动物拍一回来，拍一回来多少里啦？哎呦，我咧准备网路吼，啊，你台湾拍回来。台湾民政府，我要看是你那是必须报的，我同学我应该就要送了。我你别来，别来台湾啦，别来台湾啦，你卖来啦，别再浪费你钱了，你也你不能换啥。以前吼，派新杰啊，有些个人吼，不是不能，大家发财不是啦，哦，哎哥。恁看这个台湾民政府，咱美国咧接受接受哪个就史密斯真好势哦，好人好势嘛，平发言嘛是可以啊，国际发言嘛可以啊，中国发言嘛可以啊，哦啊，我上面咧国内嘛是拢可以啊，啊什么咧接受接受，我咧真好势啊。迄是食，你来这食，啊，你来要啥食，我不甲你看外面啦。但是你要去上班，走三千公里，走来较厦门哦，走来较厦门哦，我才袂甲你讲。买啦买咧，差不多啦，还有通食啊，买差不多啦。来这里是要看天猫山，来这看你来较厦门哦。啊！你爬起来是那太大的不会，你那坐下来，你又爬起来呢？啊！啊！你起就坐，我进来哦，你这个完全这个领悟了。哦，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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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